每次剪完头发呢，很清爽是没错，但是呢，相对脸看起来就会变比较大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ke， 是 This Yo。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有一个白色的指尖陀螺，那我也会上网去看一些就是指尖陀螺的影片啊，通常都是看到这种三个叶片的类型，或者是两片的类型。但是前几天我去书局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是六角形的指尖陀螺。看那么多指尖陀螺，目前看到这个六角形是让我觉得蛮特别的。不过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我刚才看到了后面的品名啊，我怀疑我根本买错东西了，各位。他写悠悠球，悠悠球，中国那边所谓的悠悠球，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溜溜球吧？哇哦，原来指尖陀螺王是骗人的 ，What the fuck？ 好，不管他到底是悠悠球还是我们指尖陀螺王啊，都不管，我们先就直接把它打开来好了，暴力破解的方式。哇，我以为后面拆开来就是了，它还有一层塑胶膜哦，保护的这么彻底。这就是我们六角形的指尖陀螺，意外的还蛮轻的呢。旁边这个是就直接是铁珠了吗？哇、哦，转起来感觉还不错呢，风压也蛮强的。我觉得应该会比这个，就是如果要跟之前一样吹蜡烛的话，哎呀，说到吹蜡烛这件事情，请大家在家千万不要玩火哦。上次忘记讲，那我今天想要做一个挑战。什么挑战呢？就是因为我看到它上面有个图片，写着顶指王。它的意思说，它上面有做一个手指盖，所以你的手呢，其实可以这样子的，这样把它顶在手上面让它转。我到底可以把它顶在手头上面顶多久呢？啊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它把它放在指尖上面，好难哦！一二三，好慢哦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好，等我确定手头稳住之后，我再来那个。好难，没有办法把它顶到指尖。哎，好像可以。我觉得还是不要计时好了，只要能在手指头上面转就可以了。虽然刚刚只有一下下，我觉得我成功一点点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哦，哇，中间都已经，它是故意设计成凹下去的吗？还是它本来就凹下去？换边。不过其实好像两边都差不多，好像这边比较好转哦，好像这边比较好那个。哦。虽然说不是在正中间，但是各位观众，我已经很尽力达到那个图片上面的要求了，有没有？虽然不是在手头正中间，不过哦，我觉得各位观众，我觉得这个是虽然勉勉强强，但我觉得算是成功了。对，它算是我刚刚手头举最正的一次了，有抓到感觉了，流血了。各位观众，这一次的那个让指尖陀螺在手头上面转的挑战呢，87%的成功。我觉得还行。好，最后呼吁大家在家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种尝试呢，要玩可以，不要让自己受伤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杰克斯，拜拜。六角形的真的还不错啊，蛮喜欢的。